翔，刘翔，昨天你家是第一次上聊喽？对，好，我要看一下师傅之后我就会唱了。想知道地图如何发光，那些星星点哈，想知道他们怎么找到一个幸福频道，想知道一张嘴巴怎样开出一朵朵的花，这不简单不简单有诀窍，为什么电台 DJ 哥哥 EQ 都很高，酒吧开门就是要让听众听得快活，而是十个小时听着音乐并肩问候，最好听的声音陪伴我，哦哦，每一天都比征服我，哦哦，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我，给你鼓励壮大声音的朋友，不管是晴天日天全天都无休，只要心中发着暖暖的太阳，无时无刻散发出爱的能量，拥抱我们积极的目标，改变世界该是心灵的环保，让我们用声音转动生活，敞开胸怀温暖问候，是真正的朋友。电台 DJ 哥哥 EQ 都很高，酒吧开门就是要让听众听得发狂，二十个小时听着音乐听见问候，最好听的声音陪伴我，哦哦，每一天都提升自我，哦哦，哦哦，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我，不管是晴天雨天全天都无休，只要心中发着暖暖的太阳，无时无刻散发出爱的能量，一起拥抱我们积极的目标，改变世界该是心灵的环保，让我们用声音转动生活，敞开胸怀温暖问候，是真正的朋友，声音的朋友，不管是晴天